我还有想到一个工作要做到的事情，因为去餐厅吃饭是不是就是衣服要很整齐，嗯，然后仪容也要很干净，嗯，那这些东西你要怎么做好它？洗脸跟洗澡。洗脸跟洗澡，嗯，好，那要不要刮胡子？要。那你会刮吗？我会带刮胡刀。你会带刮胡刀，嗯，是带去的时候刮吗？带去剪瑜伽刮。在家里不行刮吗？时间会来不及。会来不及哦。嗯。所以你会带去捷运站的厕所刮。嗯。那你自己会刮得干净吗？嗯。还是需要别人帮你检查吗？不用。不用，所以自己可以做好。嗯。好。那这样听起来你都知道怎么做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如果工作上没有做到这些怎么办？不知道。会不会不能去？会不会就不能去上班了？会吗？你想一下会不会？不会。不会，嗯，那所以没关系，嗯，如果上班迟到，然后没有礼貌，或者是你没有穿干净的衣服，好几天没洗澡，这样还可以继续上班吗？不行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可能就没办法上班，嗯，那这些东西你自己可以记得吗？可以，嗯。